家。那接下来要介绍一下嘉玲。好，新的一年，让我们一起向前走，祝大家虎年行大运。回家，看见你被疲倦，再会，够勇敢心间。到底的朋友还在哪里？我要来去台北拼，听人讲什么好工的拢在遐，朋友笑我是爱做运动。Yeah.
大运啊。对。然后什么事呢都能够呢好利哦，好利健康，好利事宜。对，先现场好多那个小老虎。刚刚有很多小老虎。对，看起来。很有喜感，很有喜感，那是我们的希望，那是我们的未来国家的希望栋梁，没错啊！欢迎大家，今天虽然有点冷，不过跟家人都靠在一起，然后来关注呢我们的这元宵佳节，就是非常棒的哦。尤其今天又有蒙蒙的雾气，感觉好像在仙境里面看着你的花灯，特别的有意境。真的，欢迎大家哦！那么接下来呢，要陪歌曲送给现场所有朋友，带几首都是经典的中文歌。我们不告诉大家有什么歌，考一下大家的听力，听力测验来一下。
猜中我又错了。还有，然后就猜错又中。那猜错又中了，中了之后最后下注结束了什么歌？有知道吗？总共有哪几首歌？哪几首歌？有人知道吗？就我都会唱啊，但是我就是忘记歌名哦，对不对？哪几首歌？那你知道吗？经典。梦醒时分有。啊。全部都公司的案，君不了情，君不了情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说你恭喜中奖。好，今天的半小时想介绍歌很多，所以呢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歌曲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来分享一些歌曲，介绍《洒光的夜》。
得很适合我们今天，就有点带点微微的毛毛细雨，然后又叫的港都艺术园区，所以呢适合来唱这首《当高雅》送给大家。飘落的冬天，你就在心里。